我醒了之后有个特别的感觉，就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边里面带走。那一刻是短暂和激烈的，但是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坐下来，思绪万千，感觉有个新的世界在我内心在长，有个新的帝国带很多螺纹的版图。我的思想根本停不下来，我过了一个很忙的路，我感觉别人都在看见我，所以我停了一下，我站着了一下。人民是在痛苦里面，我们带着回忆的疤痕，我们让协议控制，轻易结束和朋友的友谊，在欺骗中找着安慰。我说了，人在受罪，但是这都还是很薄情。即使我们不停地在找，我们要永所不动，因为这个就是生活。我们跳舞，去爱，极力相信。我们讲故事，并且知道如何发光。当我们孤独时，我们从来不会是唯一的。我们是人，我知道是可能能创造我们的帝国。但是如果时间到了话，当事情都结束了的话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。毕竟我们还是凡人呢。